手游酷玩。愤怒的小男儿国际版323关困难关卡开战。大红首当其冲，砸向后方，直接砸向两排阵地，这位置咱们整用炸弹黑了。炸弹飞爆炸攻击，由于变成石块了，非常的尴尬，这位置咱们只能用大红了，别的鸟类目前这个不行。成功爆破，这位置咱们用黄鸭子，天降黄鸭雨，冲破导弹珠。大红冲刺，大红的话是这里边这个游戏里面大红炸弹黑都是比较强力的。炫舞炎上挑攻击，那是这个大关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小关，也比较那个难打了，那是困难关卡，关卡多，而且每一个场景的这个猪的数量也非常的多。我去，这一波最后一关，成功爆破，二一个，咱们用最后一个鸟类大红大白空投炸弹，成功过关。